好，现在再把它盛在碗里。这是不是代表它那个粘性也够了？是。嗯。糖色自然冷却以后，均匀地抹在五花肉的表皮上，之后下油锅炸制。此时的五花肉仿佛穿上了棕褐色外衣。刚炸好的肉不能马上使用，要经过彻底冷却后才能开始下一步骤。炸也炸好了，嗯，也冷透了，嗯，现在就可以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。其实你这个刀往下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这个肉的长度和这个刀的长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啊，20公分，20公分是每一块肉都切成这样吗？对对对。为什么要切这么长呢？它因为它大刀杀不白的，由来就是非要有这个刀这么长，要有20公分哦。因为这个刀太短了，它也不叫刀。这么大的一块肉，吃起来应该挺过瘾的吧？一份地道的大刀烧白，尺寸非常关键，每一块肉都要切成厚0.5厘米左右，长20厘米左右，每一块都大小相同，薄厚均匀。因为切出来的肉块与菜刀的长度一致，因此有了这个霸气的名字，大刀烧白。切完之后嘛，嗯，就放到这个碗里面，把它一块一块的铺好了，嗯，再淋上这些佐料嘛，嗯，花椒，哦，海椒盐，这真的是像重庆人的性格。石大哥，先要把这个辣椒和花椒先放上啊，对，嗯，用这个糖水，糖水，加一点白糖，白糖，再加一点生醋啊，就是把它搞匀，就把它淋到这个碗里面。好有食欲啊！虽然还没有开始蒸哈，但是看了这个颜色太好看了。你看这个碗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嗯、这样把它。还要荡均匀，对、哎，让它这个肉啊，每一片都能够沾到这个调料。嗯，再就是上一点盐菜，把它盖住。要抓这么多盐菜？是啊，还不够嘞。还不够啊！要把它盖住这个肉，嗯，为标准、嗯。下面是辣的，上面又是咸的，嗯，这个口味应该非常的立体了哈。肯定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吧？啊，上笼。上笼，走。40分钟后，美味出炉，空气中弥漫着肉香，引人垂涎欲滴。哎呀，来了！期待呀！哇！来嘛！嗯，现在就是开始把它翻过来，来喽！哇！好功夫，怎么这么鲜亮？这个颜色。嗯。老叔叔哦。嗯，肥而不腻。对对对、嗯，越嚼越香。何大哥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差点意思。差点什么？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碗白米饭，那味道就更香了。这需要白米饭吗？我这个大刀烧白就可以吃饱啊。大刀烧白味道醇厚，是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民间菜。